给点光。哇，一生给点光，千军万马来相见了，真的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:40，今天我已经拍摄了2本杂志，但是我仍不放弃，前往机场，要赶我的下一个行程米兰，去参加一个非常 fashion 的活动。没事，影子挡不住我的热情，你懂吗？好嘞，我现在要关掉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。希望这次米兰之旅一切顺利，加油！现在已经到了机场，然后我现在在休息室里面，长途飞行11个小时，如果一直都带着妆的话，是一件非常艰难且痛苦的事情。所以每次飞长途，我都会在上飞机前把妆给卸了，在飞机上好好的睡一个好觉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卸个妆，然后再去洗个头。Nice 啊 ！OK， 我现在已经卸完妆，洗了个头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去喽。哎，洗好了，麻烦你。好了。但是现在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这个休息室啊，它并没有吹风机。我现在只有用我的体温自然把头发给蒸干啊，用我的内功快速把它蒸干。就在刚才那个非常友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，其实是有吹风机的，只是因为我没有看见，他就在旁边。我先把我头发吹干了，感觉心情美美的，一会儿上飞机睡一个好觉就到米兰了。好乱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坏掉了，对，完了。我现在在吃早餐，吃完早餐以后，本来想回去睡一觉的，但他们集体阻止我不让我睡觉，所以我现在吃完早餐回去歇一会儿，换身装备。我决定可能一会儿要出去跑个步，然后他们让我去大教堂，我也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想出门，我不想去景点玩，我想自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天。不去游玩，只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情而奔跑而奔走。我现在已经在前往，在车上，在车上，对，在前往大教堂的路上。最终我还是来到了这个路上，对，没办法，我还是来了。10点开门是吧？对，现在几点？就看几眼，就看几眼，我就回去了。现在正在前往米兰大教堂的路上，哇，这个教堂真的很壮观，就跟童话故事里一样，哇，啊，这是教堂的后面，然后我们到前面之后应该会更加的好看。师傅，这个叫什么广场？多姆广场。对，叫多姆广场。OK， 就看几眼我就回去了。哼，真香哎，真香。就是他们每一个像啊都会有雷达风放出来。进入晚年生活的这个城市啊，咱们今天早上不是坐着车开进来的时候，有好多的运河现在已经填没了。就是米开朗基罗呢，晚年帮助了佛罗伦萨修建了城市的建设。米开朗基罗？哦，不是那个达芬奇，达芬奇啊，米开朗基罗不是卡拉瓦乔吗？不，对对，卡拉瓦乔在米兰，在米兰周边那个小镇。所以说达芬奇呢，就是将这些城市建设规划的相当的好，缩短了700年的建设期啊。所以这个教堂还是辉煌在这里，你看。一座一座尖尖耸入云霄的，有135座这样的，1400尊这样的像。然后我们的主塔圣母玛利亚的像呢，高是4.2米。刚才师傅说有两种方式可以上到这个教堂的顶端，然后一种是坐电梯，一种是爬楼梯。那作为铁血男儿，怎么可以坐电梯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决定最终要爬楼梯上去。我们不怕累，不怕苦，走喽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已经登到这个顶端，这个教堂真的建得非常的细致，你看每个这个小塔尖上的人物都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我现在脱离了大部队，现在单独行动了。对，现在在街边找了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回酒店休息一下，然后依然还是想要坚持执行我们的跑步计划。然后我的计划是到酒店以后出门跑个步。今天还是要完成我的跑步。前面发现了一只那个30弟弟，快，我们追上去，看看他要找人带我们探索什么秘密。来，我们现在追上去，快走！啊，30弟弟不见了，来，我们走上去。来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啊。哦，啊，这边这边，快快快！然后现在追到了30弟弟，跑了，累死了。来看，30弟弟逐渐消失在人影当中了，这没人了。来，已经甩开了小布的布队。来，我们终于镜头逮到了30弟弟，现在开始过马路。不行，你跑了，他们就追不上了，不知道在哪。关了吧？关哪个关啊？哪个关？我刚才在酒店周围的一个公园里慢跑了45分钟，后面就有一个公园，所以说今天计划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对，最后还是去慢跑了，虽然拖到了将近晚上，现在已经是9点钟了，在一个特别美的公园里，刚才跑得太入神，忘记路了。待会儿就可以去吃晚餐了。哇，警察叔叔！我们晚上我就是在这个公园里看跑步的人老多，高地起伏，特别适合跑步。那里面有个天文博物馆，还有一个现代艺术馆。本来计划要去的，结果被工作人员们拉去拍照了，很可惜。下次再拍，这次再去吧。我不冷。你手上拿的玫瑰花是要送给我的吗？你要吗？我不用了，谢谢。那你要吗？我只是问问你。那我拍摄用的。拍摄用的，所以不是送给我的。好，准备开始拍照片了，人特别的多，感觉有点害臊呢。vlog 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有点莫名的垮呀，感觉昨天都是零零散散的在录，希望今天能够好一点吧。我现在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了，要回北京了。昨天下午参加完预览之后到了都没有录，是因为这我又忘记了。希望今天能够好一点吧。我又忘记了，全都忘记了。但现在想起来了，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坐上飞机睡一觉，然后就到北京了。到了北京之后呢，是北京的早晨5点，对，继续开始我的工作。然后前面的话是看不见啊，但我们现在面前朝向的是阿尔卑斯山。
到北京了，到北京了。现在是北京早晨五点半。现在就到北京啦。希望这次的 vlog 不用剪成两期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上下，然后感觉特别吊人胃口。下次争取直接做个一期直接放出来。